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今天呢，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马会消息吧。7月份马上要结束啦，马会还有最后一次。明天7月30号马会会开的，大家也很关心8月份的马会消息啊。8月份呢出来了，也是一周开3次的。香港现在的疫情呢也算稳定了，街上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的，大家的生活状态呢都是正常的。好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